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松。鲨鱼的体型虽然不大，但是它们依然还是海洋里面绝对的霸主。鲨鱼长着锯齿性的牙齿，在咬住一块东西的时候，不撕开绝不罢休。鲨鱼的性格还是很凶残好斗，不像鲸鱼一样佛性。在遇到挡住自己去路的动物时，不管体型大小，一定要上前决斗一番。所以鲨鱼经过的地方基本无鱼敢挡，大家能逃就逃，逃不过也逃，绝不惹这个暴脾气。但是海鳗不一样啊，海鳗全身……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这就把海鳗给激怒了，自己的地盘怎么能够容得下其他鱼在这里放肆呢？看这个样子，就是不把自己当回事儿。海鳗的火气一下子腾的就起来了，直接窜上去咬住了鲨鱼的颈部，还一咬一个准。鲨鱼使劲的挣扎，用自己的尾巴拍打海鳗，海鳗也不是好惹的，闯进它的地盘还想击上它，看来海鳗只能够使用自己的绝招了。海鳗开始放出自己的高压电，这才没几秒，鲨鱼就停止了挣扎，一命呜呼。看来海鳗的战斗力真是不容小觑呀，一使大招之后根本没有对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看了更精彩的视频，欢迎评论分享。